台中市第五分局日前执行网络巡逻，发现微信账号“路易威登”贩售进口助眠软糖，暗藏毒品讯息。本分局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，由弃毒小队乔装买家进行诱捕侦查，一举查获陈姓药头，并搜出多种毒品，其中包括凯他命以及印制马利欧、凯蒂猫等图样毒品咖啡包。全案依贩毒罪嫌移送侦办，并由台中地检署起诉在案。本分局呼吁，暑假已到，青少年朋友切勿因同侪诱使或压力，轻易尝试毒品，甚而染上毒瘾，以免造成身体危害。